各位股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美股收盘解析 US Stocks Charting， 我是 Maggie。 今天也是华人新年农历新年后面我们的第一次开盘，所以首先呢，通过这个视频呢，祝大家，祝所有的华人朋友春节快乐。今天也是初五，所以我们说是拜财神的日子，去破掉穷鬼啊。所以呢，希望在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呢，来给大家做今天的做华人新年的第一次收盘解析。相信这个很多朋友的话也等待很久了，因为有接近三天呢，美股都没有开盘啊，所以大家都是在边学习边等待的过程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会结合近期的一些这个盘面信息给大家来做一个这样的分享。首先我们还是会从指数方面开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会看一看Bitcoin 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第三块呢就是个股的分析。今天的话有会给大家分析到沃尔玛 WMT 和摩根斯坦利 MS， 看看他们是属于最稳健的股票吗。好，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盘面信息。这个是道琼斯综合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这三个指数大家可以从这个分时图上呢能看出，今天三大指数都是在盘整当中呢走完，今天都是收的一个阴线，但是明显的纳斯达克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势哈。虽然是都属于低开哈，低开以后呢，它是比较强势走高的，后面呢又被杀空下来。所以在今天盘面里边呢，有做超短线的朋友一样是可以赚到钱的。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震荡的时候，尤其纳斯达克这边震荡一波哈，这个振幅确实是不小的。然后有看到很多做期权指数的朋友了，他们在盘中这种震荡比较大的、成交量比较高的盘中呢，其实几个多方和空方的操作的话，就能够赚到很好的一个效应。好了，我们作为股票这块的话呢，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这个从今天早盘来给大家是做一个分析。相信已经关注了我的这个微信朋友圈的朋友，微信的朋友呢已经在圈里面看到了。当然您之前可能是在 YouTube 的 HomelyXCA 里面来关注到的我，不过没有关系哈，我们今天还是可以，如果还没有加入的朋友，没有加我的微信的朋友呢，同样可以来加入到。好，这个是我的微信哈，里边今天2月22日发的这个收盘解析，开盘解析大概在上午的时候发出来。我们讲到今天呢，为什么会在震荡中前行呢？不难理解，因为我们上周周盘就分析过，目前道指已经呢跌到反弹到1月30日下跌行情以来一半的位置，也就是24982点。所以呢在这个图中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哈，后面这个图呢就是今天我把它亮出来的这个第一个周线图啊。我特意强调了，这边有一个130，这边有个130的一个行情，就是说1月30号，所以大家看到的这个点它就是1月30号，所以我讲的130行调整行情是从这边一直到这个地方的一个行情。它现在呢调整下来然后往上回弹，对吧？那它 50% 的位置呢，我们用那个这个黄金分割线呢可以看出来 50% 的位置是2498.4，跟这边呢是对应的，对吧？然后我特意用橙色的线呢给大家标注出来了。该位置呢是一波完整上升或下跌中极其重要的支撑或者是压力区域，如果股价很轻松突破过去了，反而是比较假的。如果能有所震荡和时间的缓冲，更利于往后稳健上升。所以我们呢虽然知道它在这边会震荡，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天的这个盘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道琼斯的盘面，它是后面呢还是一个什么阴线收尾了，对吧？所以呢正好在这个50%的位置呢进行了一个盘整，进行了一个调整。但是我们也不是说
它就一定是往下或往上了。我们还会继续观察它在这一个区域呢盘整完了以后，再次往哪个地方选择方向。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了这个周线图啊，这个5分钟的图上。我画了很多线，画了很多线，意在呢告诉大家几个点，我在这边都有写到哈。就是呢，你可以去看出很多东西出来。再看一下，画这些线是为了告诉你更关键的点。那我在这边给大家解析一下啊，像我这边画的第一组线，大家可以看这个浅蓝色的线。浅蓝色的线呢，就是把它放大以后，把这个图形放大以后呢，我连接的这个地点。连接的这个地点啊，这个地点我们看一下，对，这一个地点，然后呢，这样子画上去的，这样子画上去的。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5分钟的图啊，这个图面是5分钟的图，所以它基本上呢是在前面的这个点，这个地方来给它画上去的，它是属于回弹的这一个点位来的。回弹的点位就是反弹的这一波画上去的，然后呢，告诉大家呢是在反弹的这个区域，然后大家再看一下这个，红色线，红色线呢是前高点，也就是25432这个地方，这个是25432，大家可以看到，对吧？这个最高价25432，就这个点呢画下来的，怎么画的呢？就是。我们知道，在今天开盘的时候就是跳空低开了，所以这边有个很大的 gap。我们把这个 gap 的上沿呢连接这个高点呢往下画，画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后面今天盘中的股价呢在这条线上呢起到了一个支撑作用，然后呢再连接这一波调整的这个高点，然后呢画下来，这样得出两条线，然后今天的股价都是在没有过这一条压力线，然后下来了。好，第三个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绿色，这个绿色就是前低点和这个。缺口就今天的这个跳空低开的缺口呢，给它连接起来，后面的话呢也会形成压力点位，然后最后一个呢可以看这个箱体，箱体就是今天的这个震荡的这个箱体的图形，所以大家看到我给大家分4组颜色，其实呢就是按照先长后短的这个顺序哈，当然这个还可以更长，对吧？因为我这边画的是5分钟线，更长的是在这个日线上是做一个体现，我在这个。5分钟图呢，就是告诉大家先长后短，你这样能够看得比较清楚明白，而不是说只限于在这个正方形里面去看。哎，它今天整到哪里呀？后面呢应该是怎么去看的支撑和压力？这样你可能会有更加全局观的一个表现。当然，这个呢也仅限于这一波回调。如果你想要挣比这个回调更大的上升的钱的话，你可以在日线甚至呢周线上去看你的这个股价。这都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所以是大家还记得上次我们讲到的这个周线的一个分析吗？我们呢当时就讲到上个礼拜哈，以及上上个礼拜它的一个这种线是什么呀？属于这个身怀六甲的线。身怀六甲呢，这是一个看涨的一个身怀六甲，但是关键在于它这个看涨的这个 K 线形态组合里边比较弱的一种，属于比较弱的一种。那它前面的这个组合什么呢？属于乌云盖顶，倾盆大雨了，对吧？这个是属于倾盆大雨的这图形，所以后面这一个礼拜呢，它直接低开的。它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身怀六甲，然后呢，本周呢，它就开在了这一根 K 大阳线一半以上的位置，都是属于比较看多的一种表现。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周线图，对吧？你就知道整个一个礼拜，它可能呢会朝一个更多的呢会是看涨的一个形态去走。当然，这个身怀六甲，它是属于那个比那个十字星稍微往这边要好一点点的一个位置，因为我们知道 K 线组合呢，因为它的组合形态不同呢，意味着看涨或看跌的能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呢，只能说微微的看涨，也不能够完全说后面完全是向上涨的，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这样子的。如果它是开出一个旭日东升。或者是曙光出现，都会比这个会更强一点点。所以呢，今天市场进入盘整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道琼斯的这个工业指数。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板块信息。那我这边看到的是一个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科技板块，大家可以看到道琼斯一如既往的一个强势。那这个道琼科技板块的话呢，也是比较强势的。那我们呢可以从下面画一条趋势线上来，但是你会发现呢，现在目前市场呢不仅是在一半的位置上震荡，正好也是在这条上升趋势线上去震荡。震荡如果它下来以后，就说明呢这根线的话更加证明了它的一个准确性，需要看它后面能不能够成功突破它。那还是按照我们之前讲到的三三原则，可以去看它能不能够站稳这一根线。从下方的这个六彩神灯，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黄色的这个游资的筹码比较多，意味着呢行情呢更多是以震荡为主。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板块啊，你会发现它原来好的时候的这个主力筹码，也就是这个红色筹码呢，它其实不会很多。我们看到前面涨得比较好的时候呢，红色的主力筹码呢，基本上也就是25%或30%的样子，比较少到达50%。也就最近哈，在2017年年底11、12月份的时候涨得特别好的时候呢，达到50%，然后呢又回到了50%以下的一个位置。所以呢，基本上它这个主力筹码能够超过25%。并就是差不多是属于稳定状态。那目前的话，它是在25%左25%以下的地方呢，在慢慢的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建仓，能不能够成功呢？我们需要跟踪，然后呢再去做出一定的一个决策。好，然后我们再看到刚刚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的这个沃尔玛，对吧？沃尔玛它是属于消费板块，那我们还记得。消费板块呢，它是属于我们涨得比较好的一个板块。我们之前有分析过，涨得比较好的像那个，消费品的板，消费非必需消费品的板块呢，是本轮最抗跌的一个板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是纽交所的，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纳斯达克的这个板块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呢，它是非常抗跌的，看到没有？然后这个非必需消费品板块的庄家筹码是非常多的，跟历史来比的话，基本上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新高的一个局面了。所以现在这一次下跌，它也是已经快接近前高点了，所以呢还是比较看好的。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沃尔玛呢，它是纽交所的，我拿出纽交所的这个这个消费品板块啊，消费品板块没有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好。但同样呢，我们可以值得一看，它跌的还是比较深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消费品板块，888805，就是消费品板块跌的是比较深的，没有非必需好啊，并且现在没有过一半，相当于比整个指数呢还要弱，对吧？因为指数都已经涨到了一半以上的位置，但是板块还没有。所以呢，我们呢看到整个板块的话，它就不是很强势，对吧？那我们看到了，在其中的这个沃尔玛呢，今天呢是属于发财报，对吧？发财报以后呢，直接跌了10个点。跌了10%是比较惨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沃尔玛它是属于这个消费品板块里还算比较强势的，因为我们看到它前面板块跌的时候呢，它其实属于抗跌的股，然后呢板块横盘的时候呢，它还是在上涨的，然后现在板块跌的比较深，但是它呢是跌的比较浅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其实这只股呢，在这个板块里边还是算比较抗跌的，属于也不能说完全龙头股了，肯定是属于强势股的这种。那我们来看到它的这个图形我们可以呢先长后短看一下周线里边呢，整个呢庄家的筹码还是比较多的。我们看到红色柱子呢超过75%，应该是在90%以上的位置，对吧？最近的话，就是因为今天发财报跌了啊，所以出了一点点绿色。其实周线上它是不影响你去做操作的，如果你是做中长期的话。但是短线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注意一下，它现在呢，前面这边呢，有主力庄家有在减少筹啊，那个游资有在增多。短期来讲的话，你可以减减仓。如果你是短期全仓进出的情况下呢，你完全可以在这边呢进行一个出仓。那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 home position，它呢会在这边提示你出现了 stop loss，对吧？这个是针对短期来讲。短期的朋友，但是你如果开到 weekly chart 的话，你发现它根本就没有出现 stop loss，对吧？而是掉到这个袋子里边。好，这个是我们要讲的这个
沃尔玛，我们呢可以从它的板块出发，看看它整个板块的强势状况是怎么样的。肯定，如果你整个板块选的好的话，里面的个股呢不会太差。那你像这种呢，板块不是很好，又是属于板块里的强势股的这种呢，它肯定会受到一定形式的影响。但是长期的话呢，我们就还可以再继续去观望了。好，如果像这个 MS 这样的公司呢？我们看到这样的公司，整个是属于什么金融板块？属于金融板块。那我们看一下，它这个金融板块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稳定，所以你会发现呢，它其实有庄家筹码的时候不会太多，尤其是板块上面。但这个呢，在日线上面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属于震荡上升的。为什么会震荡这么厉害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黄色的筹码在里边。有很多热钱在做它，所以呢，也许你也是其中一个做短线的它，那你呢需要去看，能不能如果它的板块也一样很强势的话，你可以呢继续去持有。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板块，它的板块是，这一个 financials。好，我们看到它板块了，最近调整到一半的位置，属于呢跟指数呢。走得很近的、很相似的一个股，所以现在也是属于黄色诊断震荡区域了。好，这个是对于美股，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的加股。加股的指数，还是处于在震荡过程当中，比美股会弱很多。然后我们之前也分析过，你看到呢，在它的周线位置上呢，基本上。是上个礼拜也是收了一个阴线，但是它呢离前高点的距离还是太远了，而且我们也知道它的调整性比较大。好在呢这次调整呢，现在正好在这个没有低过这个前低点，然后在这边进行一个震荡，我们呢需要看看一步一步能不能够向上去突破这一个它的一个前高点，这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领域。那里边的大马股也是大家需。很关心的，比如说这个股，wheat，对吧？这个大麻股，那我们看到呢，它是跌的比较厉害啊，一直现在都没有撑上去。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庄家筹码是不断在减少的。哦，那有的朋友说，那可能又是回调，那趁着回调我就加吧。但是你看到了这边有套牢筹码已经增加到25%了，跟以往的每一次调整是不太一样的。前面都是一点点的这个套牢筹码，但现在呢是属于稳定在25%，然后呢庄家筹码已经减少了25%了，然后呢游资呢已经赚到50%，所以你要注意呢，它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会在盘整震荡。如果青色筹码再继续增多的话，你肯定要做出决策的。所以我们呢，像这种调整的比较快的呢，我们可以用一个，这个强势信号，我们会发现呢，它连着3次出现了黄色的卖出信号，你都应该是你一个谨慎的减仓的一个点位，以保一保这个准险这个安全为鉴。好，这是我们这一个区域，那现在呢在横盘调整当中，一定要关注它横盘调整以后呢向上还是向下的一个方向。但是我再次强调了，大家看到现在下面的这个筹码规律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多以风险为主。好，我们再可以看一下这个上海，因为还没有开盘哈，看一下这个是 A 股，还在2月14号，所以最近还没有开盘。同时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可以看一下这个 Bitcoin。现在已经到了这个14000点了，但我发现这个 Bitcoin，大家因为有很多这个延伸出来的这个股票图，所以大家还是要以这个主图分析为主。然后呢，看图分析的时候，大家可以利用我们刚刚在图中使用的一些方法，但是一定要记住，一定不能够只看眼前的波动，因为本身它的波动是比较大，很多人他容易去抢盘中的这种利润。如果你的这个趋势发生了变化的时候，你不要再执着于盘中的这种震荡了。
所以还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图出现了一点问题，没有办法给大家把图显示出来，争取明天给大家再显示出来哈。所以希望你在分析的过程当中也是要以先长后短为主，然后呢去画很多这个图形模型出来，好吧？好，那想要这个后面能够自动听到我们收盘的朋友呢，可以通过 YouTube 来关注 HomeLixCA 的这个频道。同时呢，你如果是想获得这个我的收盘解析哈，就是我每次都会在我的朋友圈里边进行发送，第一时间进行发送哈。所以如果你想及时收听到我的开盘解析的话，可以通过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 HomeLixCA Maggie 哈，这个是我的微信。Homely Maggie，大家输入就可以了。我们看一下呢，这是都是我在这个朋友圈里发的，大家看到了我的这个朋友圈呢是加了两个小人头的，这意味着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看见的。我只有呢通过这个频道加了我的微信的人，以及呢 Homely 的内部会员呢才可以看到的。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加入，发现呢你可能看不到哈，这都是历史的，还有很多。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通过现在可以呢，扫描这个二维码来收听到每日的开盘解析。同时呢，也欢迎关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HomeLixCA。好的，那今天的收盘就到此结束了。同时呢，你想要分析你的个股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呢，添加我的微信把那个股票代码发给我。好的，谢谢大家。